年度瞩目歌手、年度瞩目唱作人，他是众人心中的宝藏歌手，是微博直播的霸榜选手。高甜情歌配合轻快曲风，超强互动汲取音乐灵感，他为乐迷们创造属于每个人的音乐江湖。他是极具才华的天才唱作人，把少年愁绪、世俗温暖唱进众人心底。他以幼鸟指南定位人生之旅，专辑微博用户讨论量超200万，烟火如诗，丝丝入扣，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。微博音乐盛典年度瞩目歌手，摩登兄弟刘宇宁。年度瞩目唱作人毛不易。恭喜两位，接下来有请摩登兄弟刘宇宁、毛不易来到舞台上，两位有请。音分慢一点，慢一点啊，咱不着急。同时有请荣誉见证嘉宾歌手黄绮珊为他们送上荣誉，有请。对，我们一起来合张照，合张照，对对对。请您中间请，我们看向前面。好的，谢谢谢谢黄绮珊，谢谢，谢谢谢谢。是的，您落座休息，两位请稍事留步一下。首先感谢宁哥，辛苦了辛苦了。然后我们接下来，其实是因为在今天这个场合，我们也知道宁哥经常会通过微博、通过直播的方式跟大家来聊天。是是是。而毛毛呢？也在节目里面其实充当过很多 MC 的角色。不敢当不敢当。您客气您客气。所以今天在这个舞台上，此时此刻我们也是在直播，但是我们想有一个不同于微博音乐盛典的直播间，所以我们想为这个舞台专门做一个东北版的微博音乐盛典直播间，想交给您两位来跟大家唠唠嗑，可以吗？咱们说来咱们就来吧，音乐我听都响一半了。来，那就来，那但是来你 MC 嘛。来，现在先请两位稍微往这一步下，特别您慢一点。来，毛毛，您需要站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呢，我您两位直播间导演，来摄像上，来我们朝向这个摄像机这里。这个时候我在后台会给你们直接进一个直播间的对话框。来吧。那个直播间的家人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我们微博音乐盛典直播间。哎，这一位是我们非常优秀的歌手。毛不易老师，这位是刘宇宁老师，是的，今天那个哇哦，愣嗨，是愣嗨，哇哦耶，那个采访一下我们毛不易老师吧，今天有什么好的新的音乐作品带给大家呢？今天刚演完，过去了，非常精彩，我刚才也看到了，你不问问我吗？刘宇宁老师，接下来有什么好的音乐作品带给大家呢？没有，就是今年主要拍戏，哎，嗨。哎，那两位评价一下对方的音乐作品，听上去感觉怎么样啊？刘宇宁老师音乐作品，我们听着非常的感觉，他很有侠气，然后很有那个力量。比如什么歌你特别喜欢的有没有？天问我比较喜欢。哎呦嗨，那今年我也听了我们很多毛不易老师的歌，叫做《风吹半夏》嘛，是吧？我超级喜欢。谢谢谢谢。哎，好嘞，那接下来再给大家直播间老铁们送个祝福，祝。来祝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好的，那我们直播间暂时就先到这里了，把现场交还给我吧。谢谢，谢谢。收。好，刚刚是一个小小的互动，谢谢您。但是呢，就希望是能够给收看我们直播的所有的网友们带来一些快乐。但是更感谢的是两位不断的带来好的音乐作品，不管是 OST 也好，还是你们音乐的作品，不断的能够感染到更多的音乐听众。再一次谢谢两位，也祝贺你们。谢谢各位。来，两位请落座休息，谢谢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早日康复，辛苦了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接下来。